四周动静我都看在眼里。对我忠心耿耿，就会得到奖赏。我们会让联盟跪地求饶。艾泽拉，谢谢你这么快过来。这个任务只有你才能完成。根据情报，瓦洛克·萨鲁法尔从联盟手中逃出来了。在罗德隆战役之后，他被关在暴风城的监狱里面。小国王的手下在追捕萨鲁法尔，找到一定会格杀勿论。虽然在我们之中有些人质疑霸王的忠诚，但还是不能让他再次落入敌人手中。你好啊，你必须比他们早一步找到他。黑暗游侠莉亚娜擅长追踪，她会协助你完成任务。遵命，女王。所有人我们在暴风城墙外碰头，别被发现。我为女妖之王效力，继续移动，随时注意四周动静。下水道出口通往城市外面，可以避人。看来他的确是从这里逃走的。湖泊附近是泥地，去看看有没有足迹。泥巴被搅动过，有人想用芦苇来掩饰行踪。我们继续找。沉重的脚印，比人类大，一定是萨鲁法尔。足迹一路往东。我百发百中，到三角路口找我。我有个计划。你真是可爱到恶心，很棒。你好，一路平安。
你好啊。一路平安。如果不想被看到，这些小路是理想的隐匿路线。我们先到处看看。破掉的蜘蛛网，有人走过这条路，而且绝对不是豺狼人。都死了，根据现场痕迹判断，只是场小战斗。好多粘液，年轻狼蛛应该不会这么多。这代表我们追捕的对象一定也碰到狼蛛妈妈。真可惜，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我很喜欢蜘蛛的，有事快说。我先在这一带查看一下，待会儿在赤极小径汇合。四周动静我都看在眼里。好恶，不管喝几次我都无法习惯这药水的味道。这位先生，可不可以帮个忙？有个肮脏兽人晚上跑进农场，偷走我们家族贵重的传家宝。你有看到这样野蛮的生物经过这条小径吗？有事快说，我必须回去向大酋长报告，在收到我的命令之前，不许采取进一步行动，明白了吗？哎，老兄，这里，过来帮我。需要我帮忙吗？
向过去阵亡的人们致敬。部落就是我们的家人。我相信你不会浪费我的时间。向部落效忠，我一直对你很有信心。为了部落。到前面来，无论如何我都会让被遗忘者的势力更。谢谢你这么快过来，这个任务只有你才能完成。再见了。能帮忙是我的光荣，我们绝对不能放弃。藏在附近一座小农场里面，我们最好早一步赶到那里。哦，老兄。就是瓦洛克·萨鲁法尔，你犯下背叛黑暗女王的重罪，出来，别逼我烧掉这间小屋，就像烧掉你那些联盟朋友的树一样。你还有没有荣誉可言？萨鲁法尔为了部落付出这么多，你居然想这样舍弃他？勇士，你和那个食人妖不要插手，我要完成大酋长亲自下达的命令。命令内容是什么？萨鲁法尔，你忘记自身的责任，背弃部落，而且还在放弃你的人民之后和人类共谋，背叛大酋长。立刻放下武器，乖乖跟我们走，否则就一个人死在这个沼泽。希望你不是来说废话。他不是一个人。百发百中。年轻人，看来你还是没学会别打没胜算的仗。与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。黑暗游侠，废话少说，想打的话那就来打一场吧。为了部落的荣耀，洛克塔尔嘎。现在没空跟你闲聊。烧掉背叛者，还有与他为伍的家伙。真漂亮，你有看到我发射的闪电吗？我效忠部落。我们，如果你想保住女王对你的信任，就必须让她相信你是在认真战斗之后才说的。准备好了吗？深呼吸，把牙咬紧，
我不太会控制出拳的力道。有话快说。很好，你还活着，鼻青脸肿，但是还活着。回去找女妖之王，告诉她，我不当任何人的走狗。泽坎，我要你留在奥格玛，告诉那些仍然想恢复部落荣耀的人，千万不要放弃和绝望。老兄，我才不要，我要跟你一起走。霸王去哪，我就去哪。朋友，现在不行，我必须独自行动。心怀荣耀，我们会再碰面的。一定会，就靠你了。好了，大英雄，我们赶快回去奥格玛，免得敌人又冒出来了。我相信你不会浪费我的时间。艾泽拉斯的生命，我有没有听错？萨鲁法尔单枪匹马就解决掉我的精锐部队和老练的黑暗游侠，还好你只受了点伤就逃过一劫，运气真的非常好，但我很失望。听清楚了，找到萨鲁法尔那个叛徒，把他带到我面前，没有下次了，别再让我失望。去吧，别忘记你对部落应负的责任，我们要。